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，这是电影大腕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儿。那我们今天就说说最贵的天价艺术品。为什么从最贵的说起呢？因为最贵的呢，最传奇，最容易得到百姓们的关注。呃，我们翻阅了所有的资料，找到了一件迄今为止。 最贵的一件天价艺术品，这件东西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啊，奉旨制造的粉彩锦上添花开光海浪双鱼纹镂空套瓶。什么叫镂空套瓶啊？你们看图就明白了。这瓶子是两层，中间还有一层是镂空状的。 说起来，这事儿也过去好多年了啊。二零一零年啊，十一月十一日晚上，就是我们的双十一啊。那时候双十一还不火热呢，想想七年前双十一还比较寂静。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小的拍卖行啊，突然收到这么一个瓶子，这瓶子呢？ 老板不明白，据说呢东西不错啊，镂、嗯、空的好看，俗称粉彩。北京故宫是没有这样的瓶子的，台北故宫呢也没有，只有一个跟它类似。这瓶子虽然好呢，但大家都认为这个拍卖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呢，是大家也都不在意这个事儿。 这个拍卖公司有多小呢？说起来呢，就是一夫妻店儿啊。这个主人呢叫彼得啊，在英国名字里呢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，叫彼得·班布里奇。嗯，顺便呢，这公司就叫班布里奇拍卖行啊。外国人办公司省事儿，一般就动用自个儿的名字，一注册就拉倒了。这家拍卖公司经营的业务呢？ 特别纷杂啊，涵盖所有的日用品啊，地产呐、啊、车船呐、啊，什么都干。呃，还给别人评估和处置业务。那么这家拍卖行呢，历史上啊，没拍过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卖过最贵的艺术品呢，也就是一只呢十万英镑的明代瓷碗。那么送这件国宝的这个人呢，叫托尼·约翰逊。 他是兄妹俩，他妹妹叫珍妮·约翰逊啊，就是兄妹俩把这东西呢，就送到了这家小拍卖行。外国啊，在英国的乡下，这信息相对都比较闭塞，人家的这个生活过的节奏比较缓慢，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手机在手，天天一万条信息的这个来回发着，所以呢。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地球发生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品呢天天创新高啊。那这瓶子哪儿来的呢？他们俩说不太清楚。唯一的啊记忆呢，就是说大概在一九三零年的时候呢，哎，他们父母不知道从哪儿买回来的。 兄妹俩呢，曾经收拾父母的旧宅时候，就发现这个瓷瓶啊。发现瓷瓶呢，这瓷瓶不管怎么说啊，它直观比较漂亮。然后他就把把这个本地的专家呢，就这个班布里奇公司啊，就这夫妻俩呢，请到家里来，呢给看一看。这个班布里奇就发现这个书柜顶上有这一件啊，这落满了灰尘的这一个瓶子啊，这么一个花瓶，挺漂亮。他说，这东西好像看着挺值钱的啊。 其他的东西都看不上眼儿，因为这两个人并不是中国艺术品专家，所以他不是太懂。他就问这个主人，这兄妹俩就告诉他说：“这个这个瓶子两个月前呢，这个被专家呢，这个评估过，说大概值个几百英镑啊。这个早在四十多年前啊，这这个这两个人小时候啊，这瓶子曾经参加过。” 英国 BBC 这个电视台举办的电视节目那个这个鉴宝的那个节目，当时的专家呢就断定为这是非常出色的高仿品。你看这很有意思啊！在英国啊，BBC 有一个电视鉴宝的这么一个栏目，呃，日本也有一个，美国也有一个，形式略有不同。 他们都是一种很长寿的节目，尤其英国、日本，因为这两个国家呢，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。过去你像英国，在这个三百年前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呢，产生了大量的富翁，所以他存下好东西的机会就比较多，所以这种节目它办了几十年都没有断过，不像我们的很多电视台做的节目，办个几年就关了关了张了啊。 呃，那么 BBC 的这个专家呢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评的瓶子是一高仿品。”你看这可见啊，这个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每个专家呀，都是学有专长啊。当然，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专家就是技术比较全面，很多东西都能看，但是不排除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尤其四十年前啊，你看中国艺术品呢。 这个西方人啊，他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，所以告诉他啊，告诉主人说：“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仿制品。”那这瓶子到底什么时候来到他们家呢？说没有人知道啊。这个很多人看完这瓶子呢，就开始推测啊，就说这肯定是英法联军啊，一八六零年攻入北京以后呢，从这个圆明园弄过去的。我认为啊，太可能了。 甚至就是这么一个途径，你们想一想啊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，大量的东西都运往了这个欧洲，主要就运往了英法。英国一波啊，你比如这个我们都讲过的《放山居》啊，那一大波。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也有很多，法国呢，枫丹白露宫里完全都是圆明园的东西。 所以，这个这件东西从它的质量来看，从它的稀有性来看，它应该是从圆明园出去的。那么这瓶子上拍以后呢，就这班布里奇呢，它的招商方式呢就很简单，因为小拍卖行嘛，他就在这网站上就公布啊。有人说呀、啊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其实今天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 今天主要有赖于现代的这个信息，嗯，现代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，因为是网络嘛。呃，虽然班布里奇公司呢很简陋，但是你架不住他一上网，很多人就会知道啊。呃，去过他那家公司的人都说，说他们那家公司就就不像个拍卖行，像个乡村车马店，啊，连个呃拍卖图录都印不起啊，就印个简单的小册子。最最初的那个宣传那个。 就是一个折页啊，这个瓶子印的跟邮票那么大一点儿，呃，当时我看的那个小照片都看不太清楚啊，我说这这这也有点太小了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人就就跟我说说你还不去买这东西很便宜，我说只要上了拍啊，无论多多么闭塞的地方，今天啊在现代信息网络中立刻就名扬四海。 我想，对中国瓷器关心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东西要拍卖了啊！它的传播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当时，班布里奇还拿到这个东西跑到这个法国的一个大博览会啊，艺术博览会上去咨询，就很多人都告诉他信息，说这东西很值钱，至少你得值个一百一百万这个美金或者一百万英镑啊。结果拍卖的时候呢？ 这个小镇啊，这个小镇很小，从来就没来过这么多中国人，所以就聚集到这个小镇呢、啊。大量的中国人就就去了。我想啊，虽然有看客的心态，但是大部分人是想去捡漏的啊。所以在会上互相见，哟，您也来了，因为这个艺术品这行啊，人都差不多互相认识，不认识也混一眼熟，所以看着这人都是熟人啊。 有人都说你买嘛，那大家说哎不买不买，就是看一看。你想想，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小乡镇上啊，跟乡下没区别。你去看热闹不可能，所有去都本着捡漏的心态。当时啊，这个藏品的这个主人呢，就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说呢，说这东西得报多少钱呢？老板说，经过反复咨询。 说这个一百万镑肯定是有这钱，那咱就八十万起价。那么八十万就开始起价啊！那天那满场的人非常的多啊，据说百分之八十啊也没有精确统计，就拿眼睛一扫一看，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，都是我们这黄皮肤啊黑头发的人。结果这八十万一起价呢，满场冷场，没有人伸手。 行话叫“鸡贼”啊，特鸡贼，谁伸手也不是谁的。这拍卖啊，分很多种啊。我们简单的说有两种，一种叫荷兰式拍卖，降价，在报价的同时啊，不停的往下走啊。比如一百万、九十万、八十万、七十万、六十万，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人伸手应价，这东西就是谁的啊，就看你谁先伸手。而英式拍卖呢，是由低往高喊啊。 你先伸手没有用，你先伸手是给别人呢做一铺垫，所以呢，真正买东西的人都不愿意先伸手。你比如我在拍卖行啊，买东西我从来都不先伸手，先伸手没有意义。结果呢都冷场啊，没人伸手，没人伸手不代表没人买嘛，心里都都惦记着。这时候呢，这拍卖师就想了想，说说这么着，重新来啊。 你不是八十万没人要吗？我往下来五十万，嗯，往下来就是七十万、六十万、五十万就开始往下降。结果呢，就有人伸手了。这一伸手啊，那就别绷着了，因为你伸手，别人不伸手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呀。所以就不停的搏杀，这搏杀时间就长了啊。我们一般拍卖一件东西啊。 少则三十秒，多则三分钟，也就结束了。这件东西拍了多少呢？拍了半个多钟头，由八十万磅降到五十万磅，由五十万磅一点一点的啊，反复交替，多人出价，有多人出价，现在也计算不清了。最后呢，四千三百万落锤，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啊，和五千一百六十万磅。 呃，当天的啊，英镑和人民币的牌价折合五亿五千万，这就是中国艺术品的一个世界纪录，也是一个神话，就这么就诞生了。在一个非常不起眼儿、如同乡下车马店的一个小拍卖行里，诞生了一个世界纪录。这个纪录就仅以数值而言啊，到今天为止。 我们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品超过这件东西。这拍卖的过程啊很有意思啊。英国的 BBC 台呢还去拍了视频，哎，那个视频太珍贵了啊，可以让你们先看一眼。飞碟，你看这个拍卖挺热闹的吧？其实看着这个现场非常的简陋，跟你在纽约、伦敦、在香港、在北京看到大拍卖场面完全不一样。 完全就像一波起哄的人啊！那在拍场的两位这个老人啊，这兄妹俩岁数很大了啊，看着这价格呢就不停的飙升呢，就这血压就升来了啊，气儿就短了啊。你知道这人呐，一激动心跳就快，心跳就快呢，血就蹦得快，血这个。 运转的快啊，循环的快呢，那你的氧气就感觉不足，所以你老觉得气短。他没法相信他爹啊，这无意中啊留下的这瓷瓶值这么多钱。咱先别说他最终落锤是五千多万英镑啊，就是一百万英镑在全世界哪儿都算一大钱。嗯、结果呢，这拍了五千多万镑啊。这个当落锤的时候啊，这个。 兄妹俩、啊、这脸色都煞白啊，然后逐渐逐渐缓上这肉色啊，然后呢，开始有点这个笑意了啊。呃，拍卖师呢，因为特激动，给那木锤差点给敲折了，所以这老板呢，就是拍卖老板啊，他这个拍卖师和老板就是一人儿啊，小拍卖行都是这样，自个儿当老板，自个儿招商，自个儿拍卖，自个儿包装，自个儿迎门迎客啊，都是这些事儿啊，一个一个人。 包罗万象，就这老板啊，班布里奇呢就特别高兴，说：“呀，我能够非常荣幸的经手这样一件艺术品啊，中国艺术品，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拍卖行啊，也能够做这么大笔的交易，我这终身都没想到啊。其实我都可以退休了。这老板很容易算账啊，四千三百万落锤，他收佣金多少呢？百分之二十，那就有八百六十万英镑啊。这八百六十万英镑，你退休连下辈子钱都够花了。” 这个这里谁高兴呢？卖主啊，这兄妹俩啊高兴啊，这个委托行啊拍卖行高兴，委托人高兴啊，说一下帮人家卖了这么大一笔买卖，自个儿还中了挣了这么大一笔巨款啊，也高兴。那么在场的人呢，没买到的肯定是不怎么高兴，买到的人也高兴啊，多方都高兴。 新闻媒体也高兴欢呼啊！新闻遍及世界各地啊！所有人都当着传奇去念叨。可是万万没想到是什么呢？咱这买家不付款，没钱啊，没钱没法付。这买家就是咱北京的啊，大老板没钱了。那么。 你几天不不付款，人还等你啊？时间长了，人就开始毛了。这拍卖行就说：“哎，这人怎么不给钱呢？这在国外没有这事儿啊！外国人都很诚实、很老实啊，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事儿，就是买了东西不给钱的。”最后，逼的啊，班布里奇就是这拍卖师的老板，和这个约翰逊就是这瓶子的所有人呢，俩人结伴而行，一块儿来到这个中国呢讨债。 那可惜呢，没结果。为什么到中国来找不着人呢、啊？他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来的啊。来了以后没有啊，找不着人，人也不给他钱，找谁谁没用，中间也没人斡旋，两个人就权当一次旅游，因为这俩人都没来过北京啊，也没来过中国呀、啊。这一次就算在中国旅游了，就回去了。按照我们的说法，就是这个扫眉打眼、垂头丧气的就回去了。 那么在这期间呢，这个事儿就开始被很多人这个关注啊。说这么大的一个天价艺术品啊，这个到今天啊啊、呃、成交不不交割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啊？《泰晤士报》的记者就来找我，跟我这儿采访，说您这个是这个行业的人啊，您对这事儿怎么看？说这买家是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因呢、啊？是不是因为？ 爱国呀！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啊！我说一定不是这个事儿。我说他不付款的原因极为简单，就是他没钱了啊！有钱他凭什么不付啊？他就是没钱，对吧？你不信？你说这个四千三百万加上佣金五千一百六十万，说您给五千一百六十块，你看他付不付钱？他马上就付钱，他没任何原因，就是没钱啊，付不起啊！当时一激动，举高了。 那么这个事儿又一拖，又拖出去两年。两年以后呢，这件东西呢，在英国呢，这个很低调的啊，通过英国的另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啊，这个公司叫邦汉斯，通过他呢私人洽购。国外的拍卖行啊，呃，除了公开拍卖呢，经常做一些大宗的私人洽购，因为他有手里有很好的客人。 啊，有又有很好的信息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由于没法交割呢，就私人之间斡旋。到底多少钱成交的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私人洽购是保密的。呃，从一般的常识去判断和大概流出的信息呢，这个瓷瓶的成交价呢，大约是它这个公开成交价啊，五千万磅的，五千一百六十万磅的，大概是一半的钱。 据说啊，买家还是亚洲人，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啊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件事儿一共拖了两年多，才终于有个了结。呃，那我们就要想哈、啊，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，这瓷瓶子掉地上可就碎了啊！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啊，它为什么造成这么高的高价呢？啊？ 这首先是因为大量的人参与，那一天出嫁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人，所以这个西方人很多年前啊，一百年前就说过，我们是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啊，就是自个儿人拼扎起来啊，都杀红了眼，但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啊、嗯，这个再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西方的重要的艺术品啊，只要出现。 这个出现，它的去向都非常清晰，谁买的是吧？都很清晰。呃，西方的大收藏家、大收藏组织呢，它都是有很好的经纪人制度，他不自个儿去拍卖场，他脑子不会热，因为他不去拍卖场，他不决定这个事儿，他有经纪人。那经纪人呢，是赚佣金的，经纪人帮他去买。西方有很多啊，这个收藏。 组织和或者是富翁，他不出面，他认为他们出面到拍卖行直接去买呢，很失身份。西方人很认同自己的身份啊，在社会上的形象。比如，他认为我作为啊社社会顶级富翁，如果我在拍卖场上伸手，是个丢人的事儿。我一定要雇佣我的经纪人，我宁肯付给我的经纪人一部分费用。他为什么觉得他在这种拍卖行上伸手？ 丢人呢，是因为你伸手的时候，有很多跟你身份不同的人，完全低于你社会地位的人跟你同时竞争，你很跌份，对吧？你说你是世界级的富翁，你比如说啊，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比尔盖茨、巴菲特啊，他要上拍卖行上去买东西，他伸手我就敢伸手啊，我伸手，呃，我赢了，我就说我我抢赢了巴菲特。 如果他赢了，我也没什么丢人的。我跟巴菲特还产生竞争关系，本身我没有办法跟他去竞争。所以西方的大藏家啊，尤其是收藏组织，一定不出人啊，他都有专门的经纪人这个出场。我早年三十年前我去这个国外的拍卖会上的时候，一上拍卖场，所有的人都知都认的都是经纪人，谁为谁服务都很清晰。今天不是。 中国人很喜欢出风头啊！有些老板啊，赚了点钱啊，马上就冲到拍卖场，自个儿就抡圆了啊，讲究身先士卒，对吧？中国的文化就讲究身先士卒嘛，自个儿冲上去。那么，这种啊，这种经纪人制度和老板亲自去买呢，它有很多差异。什么差异呢？第一个差异是经纪人脑子是清晰的。 他受雇于老板，他就不会乱出价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由于自己出价，导致价钱飙升，就是，呃，超大大超出预算，最后不付钱了之啊。所以，社会它形成了各种阶层。你比如，你到这个英国去啊，你到日本去，它有很多人的消费啊，就在这个很很昂贵的地区。 跨过一条街，东西就会便宜很多。他也不去买，他为什么不去买？他认为我为社会就应该在此做出贡献，我不去省这个便宜。中国人可不是这样，我认识很多有钱人啊，专门爱捡便宜啊，哪儿便宜上哪儿去，啊，大钱不吝啬，小钱特别抠，这是我们很多富翁的一个特征。再有一个就是。 这个英文里啊有个词儿啊，有个词儿呢，呃，我们其实没有啊，中文里没有。他就说这钱呢是新钱还是老钱？我们说有什么新钱老钱？我们只有新钱和旧钱啊，新的就是刚从银行印刷的那个新票子，吧啦吧啦作响的，这叫新钱；旧钱就是一个揉皱了的钞票。他不是这意思。英文中的老钱是指几代人沉淀下来的钱，叫老钱；新钱是刚挣的。 我们很多今天的买家，就说起来，我们今天的富翁都是第一代富翁，所以这钱都叫新钱。新钱呢，用途就比较多，比如要投资啊，是吧？呃，要理财呀、啊，想这想得多。老钱呢，他就不去想这个。那么你说中国啊，有多少人能花五亿多人民币去买一个？ 艺术品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析啊。你比如买得起的啊，我们先说能掏出五亿五千万块钱买一瓷瓶的不眨眼的啊。第一是大国企，我认为像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国移动啊、中国银行这种大国企，他拿出五亿五千万人民币啥事儿没有啊，他绝对拿得起。但问题是制度决定他不能拿，所以他不成。 第二呢，就是大的上市公司啊，超级大公司有钱啊，你让茅台酒啊，公司市值大，拿出五亿五算啥呀啊？但是制度不允许他去买一个瓶子，你不能说让茅台酒这种上市公司去抽出五亿五买个瓷瓶子，说不通，所以也不能买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私企，小的私企咱不用说，就你那个公司还值不了人一瓶子钱呢啊。 大型私企一般情况下，你要抽走五亿五现金啊，这种流动资金，你马上这公司就失血，你马上公司就没有生命力啊。所以，大型的私企抽走这些资金也不可能啊。你说我们有的房地产公司很大，你看那房地产公司还欠银行好多钱呢，银行也不允许他拿着钱去买瓶子。那么想来想去，唯一能买的是谁呢？就是可能搞金融的啊，搞金融的。 啊，一笔倒来倒去赚一笔大钱是最有可能买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能花钱买艺术品，花这么大钱买艺术品，一定它要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拿这个东西干嘛？五亿五人民币啊，我们按照中国银行的一般利息，一年也要生成几千万的利息啊！你搁这瓶子没用，往那儿一搁，几千万利息就生成了。 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支撑，那你的每年的这个钱在流失。所以买贵艺术品一定要想清楚它最终是干嘛。由于买家不付款啊，因为这买家很清楚是我们北京的，使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诚信完全受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信息呢，就一点一点的啊，尤其在拍卖行里呢，就是。 损失殆尽。你比如我早年去苏富比、佳士得啊，一开始我最早去的时候呢，见不到大陆来的人啊。我们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的信誉。你比如我有苏富比、佳士得的那种贵宾卡，在全世界啊任何一个这个苏富比或者佳士得的这个分分号里啊，我只要把卡一刷，他啪就扔给我一牌子，然后你该怎么买你怎么买，买完了你就走人，你该交钱交钱，该取货取货。 啊，没有人审查你。那么，在这个瓶子之前啊，零九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法国拍卖那个兽首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一个兔子头，一个老鼠头啊，当时也是这个卖的很贵，呃，和人民币一个多亿一个啊。结果是谁买的呢？也是我们国内的买家买的。买完了以后呢，不付钱。不付钱说什么呢？说这东西你是当年给抢走的，我就买了不付钱。 你知道他不管他当时怎么抢走的，你通过国际的司法途径都可以去索要索取都可能，你诉讼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说买了不付钱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两起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不付款事件呢，就导致中国人的整体的信誉受损，啊，受损到什么程度呢？所有中国人的信誉重新评估。 每个人都评估一遍，很多人原来到拍卖行可以随时拿牌去这个买艺术品的都不可以了，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押金。我们的社会，大家今天都能感受到信誉的损失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成本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呢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对方的私约了。过去的社会啊，最良好的社会是私约大于公约。 我们今天被迫用公约来限制私约，私约不起作用啊！私约可以随时反悔，可是，在我们的古代社会，私约啊超过了公约。什么叫私约？就是我说话算数，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啊！那么，这个乾隆时期的洋彩套瓶啊，呃，最终呢，还是以一个可以说圆满的结局画上了一个句号。 他什么时候重出江湖呢？我们不清楚。我们真的希望，将来有一天这个瓶子又重出江湖啊，让所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这样一段故事，让所有人面对他的时候知道我们啊，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历史曾经有一段啊，中国人曾经买过它，没有娶它。我希望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按照全球的商业法则。 把这件东西买回来。